组，默契合唱组。圆圆老师这边的是这一组呢，派出的是万江跟伍思凯。好，请出列。好 ，David 老师派出的是沙伟平、林培翔。好，请出列。黑社会对，有一点点那个肃杀的气息。对，那你们这边是男女对唱哪一首歌？是 I Still Believe。那两位男生要唱的是崖口。崖口，齐秦的崖口 ，OK， 非常精彩啦！我们来欢迎这首崖口。第一次挑战默契合唱的沙伟平、林培翔，验收当天被大伟老师点出默契上的问题。你们要互相听，不只是唱的部分，我要看看那个平台跟那个 balance 怎么样，你要听对方。被点出默契欠佳的沙伟平、林培翔对上万江、伍思凯，他们能为对上赢得首胜吗？来去两方指挥，因为哪里的风最大，我不爱说话，因为我来自崖口。两方交汇的崖口是风的故乡，每当月是。